们还是从那个客户开始，这是这个客户，然后。啊，是一个 group 对吧？然后它的 group size 就是一个，你主要是讲，这我，它大概是一个二的，就算它的二的分子方好吗？然后第一个先生一个 lemma， 这 lemma 是说对于这个 C 的任意一个 subgroup 来说，然后这个 subgroup 的 size 是二的分子方，那这个 G n 一定是唯一的，就它的对于某一任意它的任意一个 size 为 n 的 subgroup 都是唯一的，这个很，这就是基本的证明过一下，因为这个 C 是一个 cyclic group， 那它的任意一个 subgroup 也是 cyclic 对吧？假设个大的 group 是 C， 然后它是个 cyclic 的话，这里面就有前两个 G。然后我假设这是满足我，它这是一个 size 为二的 n 次方的一个 subgroup G n， 然后假设它是不唯一的，那就还存在一个相同 size 的一个 subgroup G n 品。然后这个 G n 它肯定里面的元素也是 G 的多少次方，然后我 G 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次数最小的是 G a， 那它里面的元素就是。那 G 就是它 generate， 它里面元素就形容 G A G 的二 A， 一直到 G 的这个我记它为 N 号 ，G 的 N A 对吧？那这个对于 G 撇我也是找它一个上面次数最小的做它的 generator， 假设这个叫 G B， 它作为元素就是形容 G B G 二 B 一直到 G 的 N B， 那它最后一个元素就肯定是零嘛，对吧？然后这里我们就得到 n a 就等于 c 的一个 order， 然后这里 n b 也是要等于 c 的一个 order， 所以就可以得到 a 等于 b，a 等于 b 的话，它们 generator 一样，所以这两个 group 也是一样，所以它就是唯一的。好，从这个 lemma 开始，我们再证，就这东西，我们先考虑一个 group， G 为 G， 然后这个 group 是定义为这个 C 的一个 subgroup， 我们就把这个定义为 group G。哎，我有上一个问题，记得 N A 为什么等于零吗？就是它的最后一个元素，就一般来说第一个元素是 G 零嘛。那我把第一个元素是 G A， 然后它最后一个元素就要等于零嘛？等于一也行，就是看你是就单位等于那个单位 identity 交换出来。因为你要中间这边存在一个零的话，那它到这就结束了。就是它哪里到零哪里结束嘛。把这个 group 记为 G。OK， 那我先考虑在这个 group 里面的一个元素，它是 J 的一个 fixed point， 它是一个 fixed， 它 J 的一个不动点 ，J 就是 knee， 就是 J A 就等于 A 的 knee。我们考虑有多少个解，就是它的 J 的 fixed point 在这个 group 里面有多少个解。那显然这个自己就是一个解，对吧？首先第一个解 A1 就是 G 的 n 减一，就相当于这个 group 的单位元就是 G n 减一，因为这个 group 它里面的所有元素都是形容一个。x 乘一个减减一的一个 cosine， 它自己就是这个解，然后再考虑还有没有其他的解。那所以满足它的解就，因为它的 fixed point， 所以就可以得到 j a 等于 a， 那就是 a 的负一等于 a， 那就是 a 方等于一。
那这东西最多两个解，对吧？因为它次数是二。那一个解就已经是这个先减一了，那最多还有另外一个解。那我假设它存在另外一个解好了，那我将这个解记为 q， 记为 q 一乘一个先减一，然后那当然这个 q 一就要满足说这个 q 一及 n 减一就要等于 q 一的一乘一及 n 减一，就满足它 fixed point 的条件。那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解不能和这个解一样吗？就是 q 一 g n 减一不等于 g n 减一。OK 对吧？好，我现在 claim 一个东西。我现在 claim 说，你这两个解，把它们取个 union， 这个就等于 g n。因为前面证了唯一的嘛，基恩就是它的赛德维这个的一个子群，那前面证了它是唯一的，那这个是为什么呢？第一点是说，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一个 group， 为什么是 group 呢？那很容易验证明嘛，它是 close， 就是说你左边，假设你左边取两个元素。加起来还在这里，右边取两个元素，加起来还在右边取两个元素，加起来那就是 q 一 g n 减一 q 一 g n 减一，这个等于什么？这个就等于 g n 减一，对吧？那你有这个条件吗？你把这个乘到右边来，就等于 g n 减一，所以它还是属于这个东西，还是属于 gn 减一 ，gn 减一。那你左边元素加右边元素，当然还是它的。所以第一点它是 close 的，相当于说，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group。那就是一个 group。然后我们再考虑它的 size 是多少，就是万一的。我是简单一点写的，就是万一的它 size。因为有这个条件，他们俩不一样，然后因为他培积的话，所以培积 size 一样的，所以他的 size 等于他的 size， 那他总共 size 就相当于是两倍的这个东西，那他就等于你这个 size， 所以它是一个 size 为二的 n 次方的一个 subgroup， 然后前面证了它是唯一的，这，那所以你这个东西它就自然等于几了，因为它唯一嘛。那这是第二个要证的东西，然后接下来就最后一个要证的，就是前面这些都是为最后要证的铺垫，然后最后要证的就是说，我考察这样一个 GP， 我把它定义为，因为前面已经有说到这个也是 group， 我就把它定义为它的一个除以它的这么一个商群。然后我现在，我继续考虑它在这，我这边一样，我继续考虑它在接下的一个 fixed point， 就是说我对于这个 group 里面的元素，我看有哪些是满足 a 的负一等于 a 的。首先第一个解，那肯定还是他自己，对吧？那我假设也和这边也是一样，他最多有两个解，这个东西他最多有两个解，一个解就是他自己。那我假设还存在另一个解，我把另一个解记为 q 二乘以。然后我现在想证明的是，我现在可以
你这个 A2 一定是这个。那我要求这个相当于我使用证，你把这个展开和这个一样，那使用证这个 Q2Q1GN-1 等于 Q2， 我使用证这个就够了，对吧？然后这个又等价于说把这个乘过来，然后 Q1 挪过去，Q2 的平方 GN 减一等于 Q1 负于 GN 减一，那这个东西又等于 Q1 的 GN 负一。如果你自己说 Q1 为这个条件，所以它又这样过来。然后我现在有了这么个条件了，我再回到这个 group， 我再回到那个 group。他们两个都是这个 group 的元素，对吧？我记它为我记它为 A。当然前面已经说了，这个 A 的 order 是 2，Q 这个 Q1G 的 order 是 2。然后这个东西我记它为 B 方。啊，我记 B 等于Q2GN-1，这东西是 B 方，然后 B 方等于 A， 那所以 B 方的 order 就等于 A 的 order 等于2。 B order 等于4。我说 B 方的 order， B 方的这个，对啊，那我现在它就能得到 B 的 order 等于4。对吧？不一样啊，这也很了解。那我现在只要证明说，指望证你这个 group 里面，那 B 是属于这 group， 指望证这个，你这个 group 里面存在一个 order 为4的东西，就够了，对吧？那这个显然存在，因为你这个 C 的 order 是假设是二的一个子方，然后它这个大小是二的 n 减一次方，你这里面还剩下一个，你只要 n 大于等于，只要 n 大于等于这个 n 加一，那它里面就有一个 order 为4的东西。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对吧？这个 order 等于群 order 的，是群 order 的意思。嗯，对啊，对啊，对啊，当然就是这个意思。就你这个群的 order 至少要是4嘛，那我就要求你这个C 的 order 一定要是至少是它的4倍嘛。对吧？你除了这个东西是二等减一，那你 C 的 order 至少就是要是它的4倍。因为你存在 order 为4的话，你这个群的 size 至少要是4，对吧？那你除了个 coefficient 的，就是那把它的 size 除了这个 coefficient， 除了它这个 size， 然后这就证完了。因为我现在 claim 这个东西。第二个可以，对，它是不一样，目标是这样的。我目标就是这个东西，就你最终目标是 OK， 或者最终，就我首先我能得到 A2 是长这样的，对吧？那我现在 claim 这个 A2 其实是长这样，就这两个是同一个东西。你这正是 triple set 的唯一项。对，存在的唯一项啊。OK，standard position cosine 唯一性。OK。
已经这么传呀。我说的你这个 A 二，你肯定是长这样，它是唯一的，对吧？你最多两个是 A 二，它只能长这样，它是唯一的。那我只要再证明说你这个 A 二，它这个东西就等于这两个是相等的，就它有两个解，一个就是它自己，另一个解是长这样。那我不知道你这个解是不是它的那个 twin size。那我现在证明你这个东西就是它的 quint和 size。 那我要证明它的 quint 和 size， 我只用证这个条例就行了。